多谢啊！你刚才先关注咗啊高春香小姐嘅邀请，咁啊头先啊陈柏耀议员同阿黄成议员咧都讲到好多嘢噶啦，大家都听得好清楚、好明白嘅。咁啊，我身为香港区议员咧，对村民同埋居民嘅争取权咧系深入广大。今日咧就嚟咗好多，就话讲到我心声嘅啫。香港政府咧拍板咧就喺呢度啊九龙西咧建造一个高铁啦，将地底路线横跨咗新私人岛嘅，而且佢都得到赔偿嘅。地下铁路所经嘅地面咧，政府亦都冇有明确作出系唔系可以持续嘅发展。咁啊，其实呢样点咧，阿乡市委员会同埋區議會咧都諮詢過㗎啦，咁啊，其實上面兩點咧都對令到各業主、業權人士咧憤憤不平嘅。咁啊，但何況咧呢次嘅鐵路咧，到鐵路咧要興建咧就話停車側線、緊急嘅救援站同埋通風樓要徵收咧相當大嘅面積嚟做呢幾樣嘢嘅。而所經的地方正正是係坐喺我嘅面前呢班苦主咧，就當隨處嘅村民啦。咁啊，佢將整個石崗場村嘅移民停滯。其實咧，我本人同石崗場村啲居民咧，個個都有深厚感情啊，好多人都認識我。至於阿高小姐，我係第一次。在這個節目之後才跟他熟絡，這樣呢我一旦見到你花園被人拆呢，其實我呢很多很相當氣憤的，所以對於你們的不遷不移不搬，還有一個呢就是不拆的口號呢，我是支持、okay. 講到頭先阿陳議員講到話，400億港元嚟做呢條高鐵，咁啊經過新界咁多地方咧，而係新界地方係冇一個站上車嘅。正如我同黎偉雄議員咧，就寫啲橫單喺上面話，有份出錢，冇份用係嘛？係。不嚟，不如黎偉雄啦。佢今日都同意嚟呢度，不過佢咗嚟港出咗英國。所以佢又唔能夠到嚟呢度，嚇、啊。咁啊，佢又吩咐我同大家講聲 sorry 嚇、啊。咁啊，因為呢件事咧，我以前咧就係、是、過去咧就一聽到消息之後咧，係11月29號刊憲，我哋先知道咧嗰條路線係點行嘅。所以喺2號咧嗰日咧，第一時間咧我已經招貼報告寫信。俾各位嘅村民、各位嘅户主喺石崗場站召開第一次嘅會議，講開呢樣嘢。同年同呢個月頭嘅8號、12號咧，因為應下各位嘅要求，就邀請政府當局嘅人員咧，我付咗好多好努力、好辛苦先邀請當時邀請到公設嘅高層啦，係嘛？地政署呢啲高層啦。我哋向大家解釋嘅，或者講緊呢樣嘢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我係對於呢件事咧係好支持你哋，同埋咧一路係幫助你哋嘅，多謝各位咁多啊！